测加的还可以。这个部分应该通知这个里面的温压力吧。这里是放物料的，压力放膜的。就是汗带身的。哦，你看前面，它这里是不是已经焊好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哦，这是你喷的。然后它在这边的话，就是有一个印子。你看它喷的是啥嘛？高频，这边是管的能量，高频开关嘛。管能量之后呢？高度锅吧，在这里。高度锅。先焊，先焊了再切断。对，气缸打孔。它这个就是焊带生的，就是在这里。哦。这些是带。这个是 high frequency。哎，这一步是干嘛来着？就高中部 high frequency welding， 看那个带绳的 HF frequency。这里是焊带绳的是吗？是 high frequency welding system， 这个是核心的部分吧？嗯，就这个是核心的部分。他那里也看一次。对，这机器是有两套高中波。这一套是吧？这一套是焊管的高中波是吧？对。这一套就是功率小一点，这功率大一点。它的高频，比如说你那个 high frequency alarm， 这个高频的 alarm 大概是多高的频段的 alarm？ 对，有电它就亮。有电，它高频指示灯。哦，它通电就亮，就是它在正常的这个频率范围是在多少？高频。27.12。对。K 赫兹对吧？我印象中。M 赫兹，兆赫兹。对。M 对。对 ，AM 是这样。对。高，我那个超声波都是 K 赫兹，嗯，哎，就是 M K 20K 的，啊，对，扩散机，对对，搞了不少了，对，我都背了，15K赫兹是那个焊那个前端的那个成型的，后面的那个 welding 就用那种20K赫兹，哎呀，这个机器它特别应该是，哎呦，这个卖了好几百台。因为我们网站做的搭建流量很大，你们是做 Google 还是？对，做 Google 的话，就是有一个日程，我们自己的网站，就是一个平台，对，相当于一个机械，就是我们每个月的话，我们广告费用。